加油！我默默心里鼓把劲，加油！心里鼓个劲啊，加把劲来。想看看今天家人，待会儿再说吧啊，家人，待会儿再说。待会儿，因为现在咱们直播间7000多个人，待会儿有5万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再说。OK。你想说什么？没说什么，今天，嗯，我跟你说，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哈。家里边人这过年是不是叫团年？你有没有什么想给咱们直播间家人们讲的？你说一说这个样子哈，咱们直播间家人们啊，现在咱们直播间没多少人，7000多个人，只有马上8000个人了。我的天，这么多人！这个样子啊，我们刚开直播3分钟，刚开直播3分钟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边，对吧？又是过年，那我们今天也能够欢聚一堂哈。因为今天在桌上的不仅仅是今天现实生活中的家人，也有咱们直播间哈所有的家人们。今年哈，在你看，这2023年也过了，对吧？已经到了新的一年里，你有没有什么话想给咱们直播间家人们讲的？就说嘛，你发自内心的哈，有没有什么真心里话？你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的。来，咱们直播间家人们前面听哈。就今年哈，就整今年一整年，已经大家都陪伴小今年度过了，然后因为今年他的妈妈他们还有他的小姨都在呢，然后可以吧，今年就给你所有的家人们有没有什么话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分享的？就是有没有？先告诉我。肯定有呀，可以，家人们，前面也知道，想知道打个想知道哈。你先来。打个想。因为每次都是我做。不是。我不知道说什么，你先来。你听我讲。你先来，我要向你学习。你听我说，今天，这个事儿，因为我和你的家人都是因为你，这个大家有缘分，能够共同欢聚一堂。坐在一桌上，我觉得肯定你的话在中间起了一个很重要的枢纽作用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真的，家人们哈，真的这么多人想呀，我的天，真的今天，对，因为家人们是这样的哈，因为今天他们家人有些家人的话，今天我们桌上都大家都在旁边哈，但我们说的是什么？我们说的是普通话，但是今天大家都知道她是少数民族的姑娘，对不对？哇，10000多个人了已经。哇。今天是少数民族姑娘，所以说他们的语言可能会和我们有点区别，所以说我们平时说的一些话，他们其实也，有些人听懂哈，有些是也不知道说的什么，有些可能听不懂，有些人听懂啊。对，家人们哈，所以说也没事儿，待会儿我尽量我可以看，比他们今天的小姨啊，他们待会儿都可能都会汉语，应该都会普通话吧。会。来，家人们，我待会儿让今年的家人给你们打个招呼，好不好？其实你们是特别说的。好还是不好？我家人。好的，打个好，没事儿。我家人说他不会说普通话。没关系。会不会？因为今天咱们直播间很热闹。四川话也可以啊。今天咱们直播间特别热闹，已经13000个人了，家人们，真的。今天家人真的，平时的话很少出现在直播间，几乎没有出现在直播间过。好啊，这么多人。哇，已经1.3万人了，今天。这普通话，不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说哪儿的话都可以哈，都可以。吓死了，妈的话。他们有点那个。小姨是不是有点害羞？但没关系，今天这个样子。来，小吉莲。没事儿，我觉得我们今天能够共同欢聚一堂，肯定就是缘分，对不对？和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和你真正的家人们，大家都能够聚在一起，这样，真的，我相信你的心里一定有很多话，想给大家讲。没事儿，你就心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好不好？就也是你的内心真实想法，因为大家陪伴了你。这样我好你的害羞呀，你看哈，因为我在家人的面前，我本来就很害羞了，你还让我说，很害羞的，你还让我在他们面前说一些抒情的话，我更那个了。对，因为你的父母肯定是你的真实的一个家长，对不对？你的亲人，但是咱们直播间家人们，我们现在直播间就父母陪你度过了20多年，但咱们直播间现在已经，马上也要陪你的日子。也要满1岁了，对不对？也要满1岁了，所以说哈，
我觉得无论是我们直播间的家人还是真实生活中的家人，真的今天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大家一起过年啊，你有什么想跟大家讲的也就真实的就直接说就好了，没事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有怎么呀。啊，来吧。你以为我怎么了？真的我太感动了。你太感动了。哎，你看吧。哎呀，完了。我发现今天眼睛里边怎么了你？没有呀，我就是很感动。不，你不要这样。我的这个就是。几年？哎呀，算了，我不让你说了。你说。不是家人们，今天。啊。我说不出口。你们知道，我不知道你们直播间里看得清楚不？我在他旁边，我一下，我看到他眼睛里，眼睛都是眼泪了。哎呦！你不要这样。不是，今天我说实话，我真的，家人们，我错了，我都是我不对，真的，我答应的过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，不让今天流眼泪，真的，今天我没有流眼泪呀。你想到什么了吗？我怎么都没想到。不是，但是我觉得哈，流眼泪肯定也会有两种情况，看到了呀，家人们，你们看没看到？看到打个看到了，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伤心的眼泪，但是也会有。幸福的眼泪，对不对？嗯，是的。真的，我说实话，小金莲，因为咱们俩真的这一路走来，哇，18000个人了呀！咱们直播间。欢迎家人们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家人们晚上好。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没关系哈，金莲，真实哈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没关系，好吧？你先说吧。没事儿，你这样，你说一句，你开个头。就是，山西地大。你近一点，你看，家人们，我真的。说什么？随意。就是。就你觉得今年的话，真的，我们已经度过了完完整整的2023年了。哇！现在咱们直播间20000个人了呀！我的天！哎，算了，今年。啊。你不要这样嘛。不要这样，没有这样呀，你先说。算了，家人们，我让今天冷，先调整一下，深呼吸一下。没有怎么。深呼吸。你先说。没事，深呼吸，来呼吸。没事。嗯。哎呀，算了，今天我都是我。哎呀，你看我怎么说呢？哇，20000多个人了呀！吉莲加油，家人们这个样子，你先说，我们大家给吉莲打鼓个气，我们打两个字好不好？就打，简单的打两个字，就加油好了。没事，吉莲一直在很开心。